各位經濟日報的讀者，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逐步萬事如意，身體健康同埋財源廣進嘅。咁啊，我為大家精選咗一隻理事股，就係騰訊控股嘅。咁我選擇佢嘅原因咧，就係話兩會即將召開啦。呢、這個互聯網加嘅呢個概念嚟講咧，就係令到相關股份嚟講一定有個受惠嘅情況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本身騰訊嘅業績啦，我相信嚟講喺即係今年嚟講咧都係會較為優勝嘅。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覺得呢個係可以一個考慮一個選擇嚟嘅。咁啊，恭喜恭喜！